请问Open 家族暑假期间会到马武都吗？这个答案是跟会跟不会，二选一啊。好，请问 Open 家族暑假期间会到马武都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啊，我们在8月16号还有23号。那 Open 家族呢会莅临我们统一度假村马武都园区哦，与各位房客同乐，谢谢。太远方了，谢谢报告经理。那天我有空，我可以去找你吗 ？OK OK， 没问题。因为我的朋友都坐在这边呢，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。再来一题，请问马武都它原意的是哪一族的母语？请问他是哪一族的母语啊？来，马武都哈，一、二、三，是泰雅族还是阿美族？好，已经有提示了哈。族，是啊，等一下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来，再讲一次什么？好，我再讲一次哈，刚刚讲的哦，马武都它是原意哈，是哪一族的母语？泰雅族。马尼亚古比比亚苏，阿拉布尤。对吧？对吧？谢谢谢谢。哦，这等一下，阿拉布尤怎么讲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没听到。马尼亚古比比亚苏。马里亚杜，你比较输，是不是？我跟各位报告，这确定不是泰雅族的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再来一题，请问我们，请问哦，中间，中间，好，中间哈，中间的，好，我们中间的，请准备哦。来，我跟你们讲哈，我要讲深入一点哈，请问。4到5月，马武都有什么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导览？请问有什么生态导览哦？4到5月哦。好，请问，哎，已经提示了是吗？已经提示了哈、哦。好，你这是舞蹈吗？好，庄老师请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，李静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啊，来，再一次好不好？一、二。萤火虫对吗？答对了。萤火虫呢是晚上，那白天呢，我们配合客委会这边哈，也有桐花季的导览。还有几张？还有几张？4张。好，我们还有4个题目哈，在这边跟各位所有的观众朋友再报告一下。我们在水灯这边的义卖区再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希望我们大家发挥我们的同胞爱。待会我们在8:50我们的水景舞台剧开始之后，我们这个舞台剧的结束了，我们要统一的再来放一次水灯，七步水灯，希望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共同的发挥我们的爱心。好，再来还有4个题目，请问哪一边？好，哪一边哈？来，左边好了。好，比较大声的那一边。请问马武都统一度假村最有特色的房型是什么？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具有高难度喽。好，周老师，我喊一二三了哈，来，一二三。请问经理，经理。什么房型呢？有没有透露哪两种？有，以前是 Kitty 或者是 Open。Open 家。是，所以呢？所以答案是 Open 家。Open 家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我们统一度假村有特别的房型，叫做 Open 家。是的。好，接下来，请问。
毛泽东统一度假村有哪些休闲设施？休闲设施啊，我想这边也要请我们的经理啊，哈，预告两个好不好？射箭场、滑刀场，还有什么？请问有没有骑马场？目前还没有。有没有赛车场？目前也还没有。所以以上我两个答案都不要答，都是错的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四。啊，这边。来，请说。射箭。答对了。答对了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百年太鼓表演的我们的选手哈、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谢谢。再来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请钟老师往右边一点，往你们的左边过去啊。好，我这边要跟各位再问一下喽，请问牛郎和织女每年会在什么桥来相遇？请问牛郎织女每年会在什么桥来相遇？刚刚我有讲过了哈。好，钟老师，一、二、三，鹊桥。鹊桥对不对？是啊，是雀巢啊，不是咖啡，不是咖啡，是好是鹊桥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最后一题了，是好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啊，最后一题了。好，在这边，来，在这边。好，在哪边？在那边哈。好，最后一题哈，来问各位，请问传说中鹊桥上面有什么鸟？鹊桥上面有什么鸟？哈，来，周老师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来，啊，来，我换小弟弟好了，哈，来，小弟弟给你。我小妹妹，我小妹妹。喜鹊，是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对了，恭喜这位小朋友，太棒了，谢谢。以上我们有这十题。那各位呢，在这个有关于统一度假村有任何的问题，我们统一度假村在这边设有我们的摊位，在这边他在此为您服务。各位有任何要询问的事情，可以过去找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。谢谢您，也感谢我们的统一度假村中心的经理啊，我们的统经理，谢谢您。接下来各位观众朋友，将您最嗨的情绪再一次带到我们的现场。待会我们工作人员，请将你手上可爱的 love 爱的种子、希望种子，以及我们500克拉的钻戒，待会我们要巡视到各位的面前去，将这一个我们会给予幸运者。好，接下来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待会我们8:50即将有一场水上舞台剧《红林梦》，美丽的神话即将要展现在各位的面前。我们欢迎现场的所有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赶快来到我们的大师傅旁边，选择好你的位置，待会好好来欣赏。现在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新希望乐团，我们的法爱老师所率领的所有的音乐老师们，再将我们的乐团的演奏献给在座每一位法爱老师，有请。是。